大家平安，今仔日真欢喜，有小说《陈夫人》的台语版要出版，这是台湾教会广播社好意，有林俊乐长老心中翻译的。这本是第一本在台湾真通宵，因为这本册。当时写1940年代的一个叫做台湾的小说，有得到东亚文学奖。我想我唔免我想讲一个叫做这本册的价值，因为大家拢所知影的。对我来讲，去就是这本册是听伊讲，是将我一条老生的故事做模特来写的。几年前林春乐长老有 interview 阮经理，我想和伊来讲几句。迄个作家。作家迄个名，作家是小二叔。小二叔，因小妹嘿，你个同学。嗯，我个同学。你印象中？在我学生时代，伫当兵时，知影讲一个，迄个陈夫人吼，人咧甲我讲，写恁妈妈个代志哦，安尼啦吼。我讲，拄啊一条新闻。写陈夫人，我讲滚笑，我讲也是陈夫人，对唔？伊讲是啊。哎，迄个啥物人咧？甲我问，我怎么卖讲？我就想讲，妈，因为他的情都，人咧讲，咧风声讲哦，这个陈夫人就是小我妈妈做模特啦吼。我有读啦，根本就是迄是小说啦。嗯。含我。家庭拢无共款啦，内容拢无共款，干那做一模特安尼尔。